我哋而家咧先睇睇個小靈精嗰個基本嗰個開關掣嗰個運作嚇。咁你睇呢個機啦嚇，開掣咧就喺呢一度嚇，撳一下咧呢個就開噶啦。咁開咗之後咧，你會睇到咧呢間紅燈咧係着咗嘅。咁着咗呢個機之後咧，呢個加減咧就係加個電嚇，加電同埋減個電。咁你加你睇下咧，嗱我撳住佢咧，你係一路加一路加咧，嗰間燈咧嗰間紅燈咧就一路光一路光一路光嘅。咁你一路撳住咧，佢慢慢慢慢咁，需要幾秒鐘咁樣光嘅。好啦，到佢着曬時候咧，佢有個 B 一聲嘅，聽唔聽到呢個聲音嚇？呢個聲音咧係着曬噶啦。好啦，咁要減咧就撳嗰個減嚇，咁撳住呢個減個掣咧，咁嗰個電咧個電力咧就一路咁慢慢慢慢慢慢咁減嘅。咁你睇到嗰間燈咧，紅燈咧慢慢慢慢慢慢越嚟越暗啊，咁到後尾咧到零嗰時候咧。嗱，聽呢個聲音啦，啊 B 一聲咧，咁亦都係咧就冇曬電噶啦，零噶啦。好啦，咁如果你要啊，我或者開翻少少啦，等你容易睇到嗰個光暗啦嚇。咁如果你要熄個機個電源咧，咁睇下邊呢個掣啊，兩個掣一齊嘅喎，啊呢個係關掣，咁要再做咧係兩個掣一齊撳嘅，啊一齊撳嘅，咁咧就嗰個電源咧就係啊冇咗噶啦，啊咁即係再做一次啊，開。加電撳呢、這個，減電撳呢、這個，關機就撳呢、這個，咁、啊、可以咁講咧，你開咗機之後咧，你已經可以用噶啦，因為基本嗰個程序、基本嗰個功能咧就已經有喺度噶啦。好啦，咁但你話我有呢個其他有幾個功能喺度喎，咁我點樣用呢個功能咧？咁樣嗱，呢、這個都係功能嘅掣嚇，呢、這個四方嚇，呢、啊這個四方框呢、這個那個掣咧，下邊個掣咧係功能嘅掣嘅。嗱，你撳呢個掣咧，你會見到啲光咧係一路咁一路嚇，使唔使嘅功能嗰啲光咧會著起嚟嘅，啊 D 啊 AM 啊 FM 啊 F 啊咁樣，好啦，咁我點開呢啲嘅掣咧？譬如我想開 D 咁點咧？首先將嗰個燈咧去到 D 嗰度，即刻喺個燈未熄之前咧就撳嗰個加，咁咧個 D 嗰個 dose mode 咧啊或者 diagnostic mode 咧啊我哋叫做一劑量嗰、那個。啊、功能啦，或者嗰、那個診斷嘅功能咧就著咗噶啦。再做一次下，你一定要將嗰個燈著咗，即刻撳個加，咁呢個就著咗噶啦。譬如你用完咗之後你唔要咧，你撳翻揾燈著，撳個減，咁咧嗰個功能咧就取消咗噶啦。Okay? 好啦，咁呢個功能有咩作用咧？先開咗佢，啊呢、這個著咗咯喎。咁 dose mode 嘅作用就係咁啦，你擠喺個治療嘅地方。咁一路進行嘅治療咧，咁佢個燈咧就會慢慢地、慢慢地會著起嚟嘅。Okay? 一眼燈著，兩眼、三眼、四眼，四眼燈著曬啦。咁即係話咧，一劑量咧就已經用咗噶啦。嚇、啊，咁呢個就叫 dose mode。OK， 一劑量就用咗啦。好啦。咁我要熄咗個 dose mode 點熄咧？開翻個 dose mode， 撳個減，咁就冇噶啦。好啦，下一個咧就 AM 咧就話咧嗰個波幅咧就會有高低嘅變動嘅。咁點開咧？開著緊燈，即刻撳個加。如果你等三秒鐘咧，佢自動熄咗嘅。咁你再撳個加咧，你就開唔到嘅。啊，其實你只不過將嗰個電力咧係加強咗佢嘅啫。OK， 開咗緊燈，即刻撳個加。啊，咁呢個咧就著咗噶啦 ，AM 就著咗啦，即係個波幅嗰個變動就著咗啦。咁你睇到咧，嗱，咁佢你自己感覺到咧，佢係高高三秒鐘到，跟住就低翻落嚟一秒鐘，跟住高三秒鐘，跟住一秒鐘。咁你睇下紅燈咧，或者你近啲可以睇到紅燈咧，就著下熄下，著下熄下，大家睇唔睇到嚇？講紅燈係著下熄下，著下熄下嘅。嗱，或者咧我開。高少少啦，等呢眼燈咧，你可以嗰個差別比較大啲嚇。嗱，開翻大啲嗰個電流啦，咁睇眼燈啦，停下著下，停下著下噶。嗱，著大概三秒鐘，停一秒鐘嚇，咁樣你可以睇到啦。咁你感覺咧，好似咧係三秒鐘有電，一秒鐘係停咗冇電，其實係有嘅，只不過佢嗰個電嘅波幅咧係高咗、低咗、高高低低咁樣樣。好啦，想熄咗佢咧。撳翻個 AM， 撳咗佢，啊，咁就熄咗噶啦。咁下一個咧就個 FM 一樣，
FM 跟著，即係撳嗰個加。咁呢個咧係個頻率咧，喺七秒鐘之內咧，佢會自動變動由十個 Hertz 至到120個 Hertz 嚇，佢自己會不斷咁自到自己嚟到變動嘅。咁呢個就係 FM， 即係我叫 frequency sweeping 或者 frequency modulation。咁你睇到咧，嗱，如果你留意睇下咧，咁呢盞燈咧嗰個頻率咧。係有陣時候低少少，嗱而家低嘅啦，有少少閃閃下嘅，咁慢慢你高高就好似盞燈著咗光咗個感覺。咁其實你自己擠個身體度咧，你感覺到咧，佢個波幅咧係高低高低個波頻啊，高低高低。好啦，咁你要熄咗佢咧，撳翻個燈減咗佢，咁就熄咗佢噶啦。好啦，最後嗰個咧就係四個嘅固定嘅頻率啦。咁又係著咗盞燈，嗱呢個咧就要快手嘅喎，啊。咁佢有四個嘅唔同嘅頻率嘅，14 120 320 320 60 14，嗱14你睇到㗎嚇，嗱你見到我咧時不時咧要撳翻個燈著嘅，因為如果個燈熄咗咧，你去撳咧就我頭先所講咧，就只不過將佢嗰個電力咧係加強咗，你就冇辦法改嗰個電嗰個頻率嘅。咁要嗰個頻率改變咧，你一定撳著眼燈先可以做噶嚇。咁你睇到咧，啊，而家撳著眼燈，60 120 320 120 60 14，嗱14都睇到噶嚇，60 120 320，嗱你只能夠一級一級咁上噶，你唔可以隨意話我要一減由60一減減到320唔得嘅，你一定要咧60之後咧，你要去到120再320咁樣樣嚇。著盞燈嗱，咁呢個嘅有咩分別咧？可以咁講咧，頻率高咧係對付嗰啲急性嘅痛症，頻率慢咧係一個慢性嘅痛症。咁但係我哋經驗嚟講咧，其實唔一定嚇，即係其實基本上咧，你咩頻率咧佢都有效嘅。OK， 好啦，咁要熄咗佢咧，亦都係啦，啊，撳咗之後咧，去減咗佢嚇。嗱，因為佢嗰個頻率咧，而家係最低嘅嚇。咁最基本頻率咧就係60嘅。咁我而家係基本上咧係加翻到60啊，開到眼燈，撳翻個加，咁啊60。咁其實60咧係我哋基本嘅頻率啊。你亦都可以揀，但基本上咧你一開機咧就60嘅。好啦，咁呢啲咁多功能咧，你其實可以同時幾個一齊用嘅。譬如我哋經常用嘅咧，譬如嗰個 AM 咁嘅樣嚇，加咗佢，我亦都同時咧係用埋 FM 一齊嘅。啊，咁好簡單，將嗰個 AM 嘅燈著咗，加咗佢 ；FM 燈著咗，加咗佢。咁呢兩個嘅頻率咧係同時進行緊嘅。咁當然咧，其實你所有頻率都可以開曬嘅。咁但係基本上咧喺運作上就基本上冇咁嘅需要。啊，好啦，咁你著曬之後咧，我頭先可以解釋啦。你可以話一個個熄嘅，啊，一個個咁熄，著咗眼燈之後撳個減，咁就熄咗噶啦。咁但係其實咧，一種更快速嘅方法，幫你全部將嗰啲功能啦，喺電腦上嘅功能咧，係全部熄曬佢咧。你點做咧？你就撳住呢個下邊嘅最下邊嗰個功能性嘅按鈕，撳住佢喎。跟住咧，再撳一下上面嗰個開掣，啊，咁再放下邊嗰個。嗱，有步驟嘅嚇，唔係好似呢個關掣咧，兩個一齊撳。啊，呢個咧係要撳住呢個，再撳一下呢一個一下，先再放下邊。咁先至將佢重置，啊，即係將入面嘅電咧係去到零，啊，你所有啲功能咧入喺電腦記憶嘅功能咧，全部係一次過清曬嘅。嗱，有陣時咧，有啲人咧就會用嗰陣時候咧，會發現有啲可能有啲混淆嘅，就係咁咧。如果你將呢個嘅功能咧，你著咗之後咧，啊，你要儲埋佢咧，你要熄咗機佢先儲到喎，啊，即係你咁熄咗機咧。咁佢就儲咗噶啦。我頭先咧將個 AM 同埋 FM 咧，從時咧就開咗嘅。咁我而家熄咗機，我而家知道儲咗。我點知佢儲咗咧？你一開機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咧嗰兩眼燈咧就會著嘅 ，AM 同 FM 就著咗嘅。即係話咧，佢哋一齊儲咗噶啦。嗱，我哋試過咧，有陣時候咧，啊，譬如我再幫你熄曬佢，減曬佢啊。咁你撳住呢個先啦，啊，撳住呢個嘅下邊嗰個，再撳一下嚇個開掣，咁再放。咁你而家再睇翻轉頭咧。咁再開咧就冇噶啦，啊，嗰兩個燈冇著噶啦，咁即係已經清咗噶啦。嗱，但係有陣時候咧，譬如你開咗呢個功能嚇，開咗佢，
但你未曾關機咧，啊，你走去再撳一個開掣咧，其實咧你已經將佢清曬嘅，啊，咁即係有時候呢方面咧會引起啲混淆嘅，因為以為有話咦我明明開咗嘅喎，點解冇記憶嘅咁？咁要將佢記憶咧記錄咗咧，其實咧你開咗之後嚇，啊，開咗之後佢要即刻咧要關個機咧，咁喺呢個關機關電個狀態咧，佢就會將嗰個記憶咧就記錄咗落去嘅。如果你冇做個關機咧，其實咧你再做個開翻佢噶啦。嗱，而家睇佢，你嘅三個著曬嘅係嘛？即係話三個功能咧都有嘅。啊，咁我要全部清曬佢點做咧？撳住呢個功能嗰個按鈕，撳住佢嚇，再撳一下呢，這個，再放手，咁就全部清曬噶啦。啊，嗱，再開翻機咧冇噶啦。啊，你開翻機咧，佢燈冇著噶啦，即係零曬噶啦。咁呢個重置咧係好常用嘅。因為很多時候咧，你上手用咗之後，你唔記得咗上次用咗乜嘢嘅，啊，咁你唯一辦法咧就清咗佢。如果唔係咧，個電流可能好高，你一放落個人嗰度咧，佢淨一彈起，即係可能太強嘅。咁安全啲咧，你基本上運作嘅時候咧，盡量咧係時不時咧，啊，就嚟到重置咗佢，啊，撳住呢，這個，撳一下呢，這個，啊，順手做埋佢。咁咧跟住咧嗰個啊小靈精咧，全部咧都清曬噶啦，由零開始。有時候咧，你用用下，譬如用到大概幾個月之後嚇，咁其實個電咧可能都用到七七八八噶啦。咁當個電嗰個 瓦 數咧由九 瓦 嘅電咧跌到大概七 瓦 或者以下咧，其實嗰陣時候咧個電咧就已經用完啦。咁我點會知道咧？咁第一就好簡單啦，譬如你已經發現你用咗好多個月啦，嚇，咁你會開始懷疑咧，可能個電咧係要可能要換。咁我哋都試過經驗咧，有陣時候咧啲人用嘅時候咧開到好盡咧，那個感覺都唔係好強嘅。咁其實呢個亦都講俾你聽咧，可能個電咧係已經開始比較低。咁仲有咧，如果你開機嘅時候咧，你會發現咧，佢嗰啲聲音係唔同嘅，佢而家咁樣樣啊，哔哔哔哔哔哔咁樣嘅聲音咧。咁其實咧，呢個話俾你聽咧，其實呢個電池咧係已經係冇電噶啦。咁當然啦，應該一般嘅正常運作之下啦，你可以用幾個月噶，啊，你會先出現呢個情況。或者當然啦，你擠埋一邊啊，好耐冇用啊，咁可能都會出現呢個問題。好啦，咁我當然個發現個電即係有問題啦嚇，開咗之後咧，噗噗噗聲啦，咁你開埋啲掣咧都古靈精怪嘅嚇，即係亂曬龍嘅。咁你知道係冇電嘅時候咧，咁你就熄咗機之後咧，就去換咗個電。咁換電咧，佢基本上咧就即係將個蓋咧就褪出嚟嚇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冇電嘅，咁我就拎埋佢放走佢，咁咧換翻一個新電。咁個電咧係有正負極嘅嚇，咁入邊有張紙咧，俾你顯示到咧係正負係邊笪地方。咁其實你都唔會擠錯嘅。如果你擠錯咗咧，你蓋基本上係冚唔埋。咁當然你唔好夾硬去冚下。基本上咧，如果一定要擠正嘅方法咧，咁你就好容易咧係將呢個蓋咧可以冚到落去啦。咁啊，褪咗落去之後，蓋冚一半，咁咧就褪咗佢，咁就得。啊，個蓋咧就係咁褪出嚟嘅，係唔係咬出嚟嘅？啊，再做一次俾你睇。啊，咁樣褪出嚟，咁一撳推出後咧，咁佢就出到嚟噶啦。啊，咁啊個電擠出嚟，啊擠入去都係咁。放入去啊，有正負分別嘅，啊，即係要 make sure 唔好倒轉頭擠，啊，如果倒轉頭擠咧，其實就蓋都冚唔埋嘅。冚咗之後咧，將個蓋咧半冚，跟住咧就褪翻落嚟，咁個電就換咗噶啦。好啦，如果我哋用嗰個梳嚟到做頭髮嘅部分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係用同樣嘅方法。將個梳接駁好喺小靈精，咁首先咧就試一試嗰個電嗰個高低適唔適當。咁通常咧喺個頭部咧係比較敏感啲嘅，咁所以咧電路咧通常咧係唔需要開得太大，咁但最緊要咧都有一種稍為明顯嘅刺激嘅感覺。咁頭部有好多嘅唔同嘅穴位嘅，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揾到個穴位地方咧，你就將把梳咧就係按喺穴位嘅部分。咁當然啦，你都可以咧係慢慢攞把梳嚟到梳嗰個頭髮嘅。咁但個感覺上咧就會比較係刺啲嘅。咁視乎你所需要嘅部分咧，你係可以將嗰把梳咧係擠喺唔同嘅部分啦，可以擠喺頭頂啦、太陽穴嘅地方啦，或者咧係
後尾浸嘅地方咧，都係可以方便用呢把梳做得到嘅。如果我哋要做後腰背部啊，或者做個脊椎嗰、那個排毒清洗咧，咁我就可以利用呢個手棒，接駁好嘅手棒咧，就可以喺好似咁樣樣咧，喺做個下腰背嘅部分。咁你基本上咧係將個小靈精係下腰背脊椎不同嘅部分咧，就咁嚟到大力按佢。用個手棒咧，係揸住咧，係按佢半分鐘、一分鐘咁樣樣。咁喺不同嘅部分咧，可以不係慢慢地去移動。每個部分咧，可以按佢大概半個鐘啊，半分鐘或者一分鐘或者幾分鐘都唔緊要嘅，係視乎你嘅身體嘅需要嘅。如果你可以嘅話咧，你亦都可以將佢嚟到拖拉嘅嚇。咁你做多幾次咧，你就會好順利咧，可以將呢個小靈精咧喺嗰個沿住脊椎的中間或者脊椎的兩旁呢，可以用這個拖拉的手法，那務求呢是將整個脊椎呢是作一個調整的。好啦，那除了下腰椎呢，我們也可以由上面呢上方呢去治療頸椎或者上胸椎。那只要將個小靈精用這個手柄呢接駁了之後呢，是可以放在衣服入邊嚇，咁咧就可以將佢直接可以接觸到皮膚咁樣樣。咁平時你可以一路做其他，一路睇下電視啊，或者係睇下報紙啊，睇下書嘅時候咧，你都可以咁做，或者喺公司寫字樓啊，咁經常地咧就做呢一個嘅自己自我嘅治療嘅工作。咁你可以推入啲都得嘅嚇，你可以試下咧，將小靈精咧係推到胸椎嘅中間嘅部分咁樣樣。咁不同嘅地方咧，係一度一度咁嚟到進行嘅治療，係啦，可以咁嚟到拖佢嘅。